For 40 years, I have devoted myself to the cause of national revolution. 那个歌手是我们国父孙中山的国父遗嘱，对。英文国父遗嘱，你会英文版的？于致力国民革命四十年。那英文怎么说 ？For 40 years, I have devoted myself to the cause of national revolution. 怎么改？开始用双肩跪这里啦！然后怎么改？开始用双肩跪哟！对啦，当年那个好开。宪哥，请问刚刚那一段是彩排吗？你们唱的混通告像话吗？绿豆，那你们会唱 rap 吗 ？Of course,、okay. I like rap. Yes. 来，英文吗 ？Here we go now. Yeah. Okay. 好累啊、Yeah. For 40 years, I have devoted myself to the cause of national revolution with one and in view.如果在这里赢的话，我会生气。我们不要输给这一组就好了。For years, for me, convince me to die. Thank you. 宇文智，怎么办？要不要叫救护车？要，请你快一点，要不然我快要窒息了，快过去了。后面这两位来闹场的，哟。台哥，哇，太感动了，有没有看到？是，是这个样子啊。有些通告不要硬接，真的这样子。而且真的，就算硬接，也不要接这么紧，对，好不好？而且你们师徒二人竟然行骗到这一个摄影棚来，不是？怎么不适合你们？还是有一段很屌的英文 rap。我第一次听我师父念这么屌，一整段是 rap。刚才我再听听看，好吗？For 40 years, I have devoted myself to the cause of national revolution with but one end in view, the advancement of China to a position of freedom and equality among nations. 太屌了 My experience during these 40 years. 你们光放掉头。哎，对。共干。猪头皮老师。猪头皮。老的。哎，好久不见，对。长得像 John Lennon 有没有 ？OK 的。Johnny Depp。Johnny Depp。OK 的。刚台哥那段其实蛮黏的。台哥，你刚念的这段跟大家讲是哪位歌手的歌？要，刚那句歌手是我们国父。孙中山的国父遗嘱，对。你刚才英文国父遗嘱，国父遗嘱，你会英文版的？国父遗嘱的英文版的前半段 ，Yeah， 有。来，那第一段是什么？国父遗嘱，对不对？于致力国民革命四十年。那英文怎么说 ？For 40 years, I have devoted myself to the cause of national revolution. 日文版什么版？日本版是吗？对，日本版，没有那么厉害。日文版，我跟你讲，哎，你这么无聊，你会把国父遗嘱，然后翻成英文的就背下来的？那是小时候背的，小时候背，那背到一半，后面已经 What's the data 已经忘记了。哦，突然间我想说一定要 rap 一定要老外，是 check it out， yeah we can call it yeah revolution for 40 years， yeah yeah， 哎，真的，这个是真的有内容。National revolution， hey 革命， hey 国父革命， hey 一次革命凡四十年， hey 吼， hey 大军长，吼。我好担心台哥的头的伤势。可以吗？我就带着我徒弟是献唱这首世界名曲，好，好不好？谁的歌？谁的歌？他是你徒弟啊！哎，对，我是他徒弟，我还以为是你儿子，长得真丑。谁没有礼貌？长这么大？不是，你们误会我的意思了。我以为你是他的儿子，长得好老啊，老脸。有，等一下，副歌，我们一起唱，很好意，有，我们一起唱 ，OK， 手牵手，我有，很好意 ，OK， we go， three， yeah， come on， come on， 有，眼神的烟雾。
不明白歌都是过主观，店里面的妈妈上茶道有三段，全球南公婆的老板天生是铁，常常下下一滴子功夫最在场外，心中造血不衰。他们的儿子习惯从小就耳濡目染，什么刀枪和鬼棒我都耍得有模有样，什么兵器最喜欢双截棍柔中带刚，想要去荷兰松山学武林武的，怎么改怎么改，快使用双截棍，我在这里啦，然后怎么改怎么改，快使用双截棍哟，是啦，当年那个，哦耶，你进左勾圈，右勾圈，一句惹毛我的人有危险。一再抽烟，一根我不抽的烟，一放好多年，他一直在身边，一起唱，怎么改，怎么改，开始用双截棍了，怎么改，怎么改，让你怎么改哟，这边啊，开，快，快使用双截棍，哈哈，这边有双截棍了。什么刀枪跟棍棒我都抓得有模有样，下一页下一页，我去你们手上手上都有武大，跳跳棍，这两位白痴师徒二人，你们在干嘛？你们在来混通告，像话吗？我们这是正经人的一个比赛，你看得我 only 有一愣一愣的。这个实在是，这个要摆在我前面嘛？对，我那个都还没坐热就来了。如果这个摆在前面，应该摆在我们前面。你能连过两关？我们不可能还输他吧？怎么可能？你们刚刚那一段根本你有在表演吗？有啊，你只是帮他陪儿子难得去 K T V 唱一次 K T V， 然后还唱而已。而且前面就不能念双截棍啊！你讲出马盖，出马这个出马这个出马盖就双截棍了。宪哥，宪哥，请问刚刚那一段是彩排吗？不好意思，彩排还比这一段精彩。对啊，你们两个这样子不对嘛？你这个这样怎么会有拓度呢？对不对？对，真的我要。他手上没有这个会没有安全感。对，给他拿，给他拿。要拿个拖鞋。对对对，都是你害，是不是？不同人很故意呢。但是北半圈，我告诉你，北半嘻哈就是让大家开心，嘻嘻哈哈嘛，快乐，嘻嘻哈哈，嘻嘻跟哈哈。对对对，后面录影的如果没有办法让大家快乐的话，今天录到这里就好。对对对，真的有。前面那三个字母是 N E N D， 差不多结束了。一个团体的方式，今天宣布冠军就是我们白痴师徒。我喜欢，请登上卫冕者宝座。来，左青龙，左青龙右白虎。为什么？白痴师徒好好笑。我觉得有一个重点，什么重点？跟对师傅很重要。对，对不对？真正冠军，这个冠军是这三组了，好吧？只有一组是淘汰。挫败，挫败。